我打他，他从那个地方在，从那边在打我，从那边打我，我的手在这边，力量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我的手肘防御，这个是不是没有变？你看我这个力量没有变，手肘来防御这个手，两个点分开的。你不可以说我这个打他，他一挡我那个手来一挡，这个跑掉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或者说他那个手来，我用这个挡，我用这个挡，他那个手再来，我这个一打，这个跑掉了，不行，晓得吗？我这个既然用到他那个来，我这个你看两个力量分开用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就是要练习这个，要分开。分开才能结合，所以我刚才在用，到底是分是分还是合？因为分了才感觉更。因为分才合嘛。就是老师，因为你分了之后才，我就感觉你的力量用回来了，更紧。对呀。更整合起来。这样子分开，就是如果真的是分开的话，反而会松掉。对嘛？晓得吗？这个叫合，是不是？合是分开了之后，大家一起协同做事，这个叫合，不是我动你也动叫合，对不对？我动我牵着你动，这不叫合啊。啊，所以从练旋肘开始，从练旋肘开始起来，这个不能变，这个力量不能变。